美女健身联盟，我是 Angela 宝琦，记得购买我的 VIP 哦。我们开始运动吧。Timer started. Prepare.宝七，记得购买我的 VIP 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ela 宝七，欢迎来到美女情感联盟。我的血型是 O 型，星座是水瓶座，兴趣呢是做织毛线啊等等，职业呢目前是外拍模特，然后现在正在考宠物美容师的证照。理想型，我对外表没有什么条件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理想型的话，他对人生一定要有企图心，对自己要有自信，重点是孝顺，阳光可爱，放飞型，半生一辈子，有性无爱，男朋友在外面一夜情，需求大。
型男，不是太帅的男生我会没有安全感。我自己不喜欢被管啊，我也不喜欢管别人。看情况，如果他怪怪的，我就会先去买一份什么意外险还是之类的，很怕就是随时随地会被杀掉，就是可能会太容易吃醋啊。我觉得为爱苦恼实在太痛苦了。有啊，就之前就觉得说每天睡不好，然后就是精神上的折磨，就不喜欢。对，宁愿就是自己一个人快快乐乐，也不要找了一个人，然后每天以泪洗面。可能自己还年轻吧，目前的选择这样，可是可能过了30岁就会，答案或许就会不一样，也说不定。我觉得一夜情就是可能只有一次而已，可是花钱援交好几次，对，太随便。我觉得这样生活可能过得比较好玩一点。参考姐妹们的想法，姐妹们就会给我一些建议，然后我就想办法看可不可以，就是既然人要不到，那我就要一笔钱吧。不会想叫他离婚，除非他自己想离婚啊，不然我觉得如果万一真的走到这一步的话，我就会做到让他想跟他老婆离婚，而不是我去叫他跟老婆离婚。退让吧，自己一个人承受，也不要两个人都在难过嘛，就是他老婆然后跟我都难过这样。我是有遇过就是男朋友的小三7、8、9个，就是你只要一感觉不对，然后你觉得就可以有那种缝隙去抓到他的那个把柄。我发现之后就先把这件事放着，我也没有马上就拆穿他，没有，也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就是自己去加那小三的联络方式，可能约我男朋友出来喝咖啡什么的，然后我再约那个小三再出来，对，让那个我男朋友很尴尬。我是 Angela 宝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。